dear class, how are you? I'm Cindy Lee. 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商务英文。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九讲 Chapter 9, Appointment Letters. Appointment Letters 是邀约信。好，在我们看今天的课文内容之前，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本课的学习重点。Learning Objectives 1. Learn how to make an appointment with a potential client or business partners. 2. Learn useful expressions for making an appointment. 今天我们的学习重点有两个。第一个呢，我们要来看一下如何和潜在的客户或是我们的商业伙伴呢约定一个会面的时间。那么再来，我们就是要学习一些好用的、有用的表达方式来约定会面的时间。好，在这课当中呢，我们要看的呢是 make appointment， 就是约定会面。那么这个 appointment 这个字呢，它是这个会面、会谈啊、约定会面这样的意思。那么如果呢是指的是男女之间、男女朋友之间的会面，那么它就不叫做 appointment， 它是另外一个字，叫做 date。Date 约会，所以如果同学如果查单字的话 ，appointment 叫约会，那么 date 也叫约会。但是我们的商务英文当中，我们指的这个约会或者是会议面谈，我们用的是 appointment 这个字。好，那么在我们进入课文之前，就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本课的一些重点单字和片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单字。第一个单字是 worthwhile， 形容词，重要的。还有呢，这个令人愉快的、有趣的、值得花时间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句 ：The smile on her face made it all worthwhile。好，她脸上的笑容啊，使得这一切呢都变得非常的值得。好，我们来看下面一个单字 ：alternative。Alternative 这个词呢，可以作为名词，也可以作为形容词。我们来看名词的用法，可供选择的事物，选择。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We had no alternative but to fire Gibson。好，这句话意思是说啊，哎呀，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啊，只能够怎么样呢？只能够辞退吉普森这个人 ，fire Gibson 啊，就是开除他。好，我们来看一下，它还有另外一个用法呢，是形容词。形容词是可供替代的。Do you have an alternativ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好，那么你有没有别的办法啊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Solution 是解决的方法，解决的办法。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个字是 confirm， 动词，证实、证明、确认。好，我们来看一下。His guilty expression confirmed my suspicions. Suspicion 是猜疑啊。那他说啊，这个他感到内疚的那个表情啊，证实了我对他的这个猜疑啊，我对他的怀疑。好，我们再往下看。Rapport 名词，亲善、融洽、和谐。好，我们来看例句是 She understood the importance of establishing a close rapport with client. 好，她懂得呢，和客户呢建立这种和谐关系的这个重要性。好，我们再往下看下面一个字 ，document， 名词，文件，公文。Copies of the relevant document must be filed at court. 好，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啊，这个相关文件 relevant 相关的、有关的这个相关文件的这个副本啊，必须送交给法院啊 ，court 是法院来做备案 ，must be filed at court 送到法院呢来做备案。好，我们再往下看 ，specialist 名词，专家、专科医生。我们看他的例句 ，My father is a specialist in Japanese history。好，我的父亲呢是一位呢日本历史的这个历史学家啊，历史日本史的专家。好，我们往下看，下面一个字是 impression， 名词，印象、感想。
She gives the impression of being very busy. 她给人家的印象呢，总是呢很忙碌的。Impression of being very busy. 好，给人家的印象感觉呢，她好像总是特别忙碌。好，我们再往下看，它还有另外的用法，影响效果。例句呢是 His trip to India made a strong impression on him. 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呢，他的这个印度之旅啊，他到印度的这一趟旅行啊，对他的影响很大。Strong impression.好，我们往下看下面一个单词是 account 名词，账户。 I pay the check into my savings account. 好，我把我的支票呢，这张支票呢，存入呢我的存款账户 savings account 存款账户。好，下面一个字 recently 副词，不久前，最近。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例句。Until recently, they were living in York. 啊，一直到不久前呢，他们呢还住在 York。York 呢，它是在英格兰的一个城市啊，在英格兰中部的一个城市。好，我们往下看呢 ，brochure 是名词，有资料、广告、手册、介绍手册、介绍册这样的意思。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I read a travel brochure seriously before the trip. 好，我在旅行之前呢，啊，认真的这个读呢这个旅游手册。好，我们现在往下看。Portfolio 还有投资组合，有价证券组合啊。那其实呢，它还有这个工作集，你的作品集这样的意思。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用法啊。Do you understand the investment portfolio you bought clearly? 你真的很清楚了解啊，你这个购买的这个投资组合里面的内容吗？好，我们再往下看。Region.名词，地区、区域、地方啊，那通常呢是指这个界限不是非常清楚这样的一块区域。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它例句是 I prefer to live in a cold region。好，我比较喜欢，我宁愿住在呢比较寒冷的地区。Prefer 是偏好啊，偏好做什么？好，我们再往下看下面一个单词 ，meantime。副词的用法，期间，同时。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句。I will contact them soon. Meantime, don't tell them our back. 好，就是我会尽快啊和他们联络。那在这个期间呢，在这个同时啊，请你不要告诉他们我回来了。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本课的一些重点单词，希望同学有时间呢好好复习一下。那这样子呢，可以增进你的词汇能力。我们现在休息一下，等会再来看我们本课的课文。好，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呢接下来就要看本课的课文。那么在今天的课文当中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和说明的呢，就是这个邀约信函 appointment letter 它的这个写作方法。然后我们也会带大家呢来看一篇例文。那么为什么要学这个 appointment letter 呢？其实相对来讲啊，这个邀约信函和其他种类的商务书信比较起来呢，它是比较容易写的。那因为呢，就像是以我手写我口一样，我们和我们的朋友和同事或商业伙伴在约定这个会议或会面时间的时候呢，通常呢我们都要交换彼此的意见，双方呢可行可见面的一些时间。那么由于在这个商业活动当中，大家时间呢都非常的宝贵，所以任何一场会议还有任何一场这个会面呢，其实都是必须要经过事先安排的。如果没有事先安排，然后呢就突然去造访，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在这个职场上呢是很不礼貌的。那么另外就是，如果你是需要用到英文来写这个 appointment letter， 通常很可能呢，这就是一个跨国的这个海外之旅的一个会议。所以不管你是你去到国外，或者是这个国外的访客、国外的这个商业伙伴来到我们国内，其实这个都是要耗费相当高昂的这个成本才能够做的这样子的一个面对面的会议。所以呢，在约定这样子的一种会议的时候呢，这个书信的往来，不
管你是透过电子邮件啊，或是像以前比较早的话，我们就可能用纸本的邮件的这样的往来呢，都是必要的啊。所以在确定这个会议呢是值得开的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呢，我们交换几封信件呢，确认彼此对方的需求，然后确认彼此对方可行的时间是比较好的。好，接下来我们现在呢就进入我们的课文，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篇课文的第一段。Writing a letter to make appointment. Appointment letters are very useful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specially at the beginning of a new business relationship. 好，那这个邀约信啊，在我们国际商务当中呢是非常有用的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国际商务。那么尤其是什么呢？ Especially at the beginning of a new business relationship. 尤其是呢是在一段新的商业关系的开始。好，什么的一开始，我们会有这样的片语 at the beginning of。At the beginning of， 好，在一段新的商业关系的一开始呢，那么呢，在安排会面的时候，那这样子的一个邀约信函其实是非常好用的。好，我们接着往下看。When we meet a familiar business partner, we usually make appointment by phone calls.Some simple or informal emails may be also helpful. 好，当我们呢，就是要和很熟悉的这个商业伙伴见面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呢，就是用电话啦啊，来安排我们之间的这个会面。Make appointment 就是安排会面，安排会议。那么我们也可以讲 set up an appointment， 也可以讲 schedule appointment。好，那么 by 呢这个介系词就是表示借由啊，借由电话来做这个会面的安排。那么或者是啊 ，some simple or informal emails 啊 ，maybe also helpful。那么有时候呢，一些很简单的 simple， 一些很简单或非正式的这个电子邮件的交换呢，也可以很有帮助的来安排和熟人之间的会议或会面。那我们再往下看啊。但是啊 ，however， when we try to arrange a meeting with an unfamiliar organization, an exchange of several letters before a worthwhile meeting is common. 好，但是呢，当我们呢在安排一个会议的时候，尤其是和不熟悉的机构啊，你要安排和他之间的这样的会议的时候呢，那么彼此交换几封信件啊，尤其是呢，在我们确定这个会议是值得开的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交换几封信件呢是很常见的。好 ，unfamiliar organization。就是不熟悉的机构 exchange of several letters exchange 就是交换啊，就是这个信件的交换。好，那么在这个一个值得开立的这样的会议之前，交换几封信件呢是很常见的 common 这边是指普遍的常见的。好，我们再往下看啊，那举例来说了 for example following up a sales letter an initial face-to-face appointment is arranged to discuss further details or possibl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好，举例来说啊，那如果这个时候呢你要追踪一个，就是你要 follow up 一个我们之前已经寄送过的 sales letter， 就是这个销售信函，开发客户的信函。那为了这个加以建立我们彼此的关系呢，所以呢你就想要安排一个面对面的这样子的一个会议啊。那所以呢这样的这个会面被安排的话呢，你就可以再讨论一些我们合作的细节，还有可能的一些合作的这些商务的机会 business opportunities。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就会需要用到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appointment letter 这样子的邀约信函。好，那么以上呢我们刚刚提到的呢，就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你会需要用到 appointment letter。 我们刚刚举了例子了，就是像我们在前面的讲次当中有提到，我们会寄送这个 sales letter， 开发客户的信函。好，当你的客户呢对你的产品或服务有兴趣的时候，也许他就想见你一面，或者是呢他对你的产品有兴趣，他想到你的工厂来看看，或者是你们曾经在这个商展 trade show 里面曾经交换过名片。好，所以你可能想拜访对方，或对方呢想到呢你的这个公司呢来看看你的 showroom 等等。好，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们就会交换这个邀约信函啊，这 appointment letter， 去约定呢你们互相拜访这样的时间。好，所以 appointment letter 呢基本上还是很好用的。现在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看啊这篇课文的底下的内容。
In appointment letter, we often suggest a flexible schedule, indicating a period or alternative date for the reader to choose from. 好，那么在这个邀约信函当中啊，我们通常呢都会建议一个有弹性的时程 ，a flexible schedule。Schedule 呢就是你的这个时程表、日程表。好 ，flexible 是有弹性的。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有弹性的日程当中呢，你就会指出来 indicating a period or alternative date。好，那你会为你的读者啊去指出来一段时间或是几个可以替换的可用的日期呢，让对方呢去选择啊想要见面、想要会面的一个期程。好，那么接下来往下看。If your suggestions are not convenient for your counterpart.They may request a fuller discussion. If your counterpart agrees to a certain time and date, you then can write to confirm the appointment. 好，如果你的建议啊，对你的这个 counterpart 就是对方，你的对手啊，跟你往来的那个对象不是很方便的话 ，not convenient 不是很方便的话，那他们就会要求呢进一步的讨论 ，request 是要求。If your counterpart agrees to a certain time and date, 好，如果你这个和你往来这个对方呢，他同意。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和日期 certain time and date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写给他们写信给他们回信给他们去确认啊你们彼此之间的这个会面的时间 confirm 就是确认啊好加以确认好我们再往下看 The final tip here is that don't forget to send good wishes to your reader before the meeting The small gesture may help you build a rapport for the coming meeting in advance. 好，那么这边最后呢，给大家了一个小小的建议呢，一个小小的秘诀，就是说啊，请不要忘记 ，don't forget， 不要忘记做什么呢？就是呢，在你们会议之前呢，不要忘记送一些简单的这个祝福的话语呢，给对方，给你的读者啊，因为这个小小的动作 ，the small gesture， 它可以帮助你做什么事情呢？帮助你建立呢一个和睦的关系 ，build a rapport for the coming meeting in advance. In advance 是副词，在什么什么事前，在什么之前，也就是说，在下一次到来的这个会议之前呢，你们就可以开始建立呢一种和睦和谐的关系。好，所以呢，也就是说呢，在你的这个信件当中啊，除了彼此交换你们两个人可以见面的时间，两个机构、两个公司啊，主管们哦，或是你们彼此个人之间都可行见面的时间之外啊，不要忘记了再说一些好话啊，祝福的话啊，比如说祝你这个旅途平安，然后很快可以跟你见面啊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you soon 之类的话呢，那可以让彼此之间的这个感情呢，在会议之前呢，就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课的例文。我们从例文当中来看一下 appointment letter 呢，应该怎么写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例文。好，例文我们先看开头啊。Dear Mr. Black, are you having trouble getting your important documents formatted correctly? As a business owner, you must know it better than anyone that is important to have a specialist and take care of your most important document. 好，我们看这个第一段啊，他就是说这个 Mr. Black。那这个第一段，如果你看完它的内容，其实你会知道呢，它是有点像我们在之前的这个讲次里面提到的 sales letter， 就是这个推销信啊，客户开发信函的开头啊，就询问他，哎，请问您啊，就是在您让你这个重要的文件啊格式的这个格式化设计上呢？有没有任何问题？有没有任何 trouble 呢？好 ，as a business owner， 作为这个老板啊，就是一个事业的这个拥有者老板，那您一定呢比其他人呢更加的了解。You must know it better than anyone that， 好，就是让这个专家啊来照料您最重要的文件呢是很重要的。It is important， 这边是虚主词的用法。To have a specialist, specialist 就是专家啊，专业的人来照料照顾 ，take care of 这是一个片语。那你最重要的文件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所以这边呢，他就先点出来这个客户呢可能潜在的一个需求。好，我们再往下看。At the Magic Document Makers, we have the skills and experience to come in and help you make the best possible impression. 好，那么在这个 Magic Document Maker 这个公司，就是它寄件者公司的名字。好，在我们这个公司呢，我们有技能，我们有这个经验 ，skills and experience to come in， 就是呢进来帮助您做什么事情呢？帮助您呢这个创造建立呢最佳的。
这个形象印象啊，这是我们公司企业都很重视企业形象。那谁来帮您呢？啊，这是我们这个公司 Magic Cup Documents。Makers 这可你可以翻译成这个神奇的或者是魔术的这样子的一个文件处理公司。那我们呢可以为您呢设计很好的这个文件格式啊，然后呢来为您创建呢非常良好的企业形象。好，所以这个呢是销售性啊，这种在推销自己产品和服务的说法。好，我们再来看咯，在第三段呢他就说了，When we stop by and offer you a free estimate of how much it will cost to get your document looking great. If so, give us a call at 080-666-888 and set up an appointment with one of our professional account managers. 好，那这里呢，他就询问他啊，就是开始做邀约。May we stop by? Stop by 这边的意思是一个片语的用法，我们可以顺道拜访吗？啊，我们可以拜访您吗？那拜访的目的是什么呢？ Offer you a free estimate of how much it would cost. 好， free estimate 是估价，我们想给你一个这个免费的估价，就是呢让您的这个文件看起来很棒， looking great， 到底要花多少钱，我们想拜访您，然后给您一个免费的估价。那么如果可以的话呢，请你打电话给我们，然后呢我们来安排一个会面，安排一个会议， set up an appointment。 那我们的这个 account manager 就是我们这个业务的经理呢就会跟您来约定这样的一个会面。好，以上呢就是本课的这个课文内容还有我们的例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让大家休息一下，等会呢我们还会有另外的单元会客时间，我们等会见。大家好，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会客室时间。今天我们一样非常开心，邀请到国立台中技术学院财税系的系主任林冰如林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林老师您好。李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很高兴又跟大家碰面了，我是台中技术学院林冰如。是的，我们在这个讲次当中呢就是进入到商务的这个邮件不同形态的这个邮件还有信件的撰写。那在这个讲次当中我们介绍的呢是这个邀约信，就是当我们要和我们的潜在的客户或是我们的商业伙伴约定一个会议或是会面的时间的时候呢，我们要寄发这样子的信函或是交换为了要邀约而做的这个电子邮件。那我想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来请教一下林主任，在职场当中当我们在寄发邀约信的时候，同学们要特别注意哪些事项？好的，在这边要提醒同学，当你在寄送邀约信的时候，你必须除了日期以外呢，一定要注明是礼拜几礼拜几。那么呢，另外呢，你要把时间提前，然后告诉对方真正的邀约的意义跟目的在哪里，以及呢真正的时间地点还有事件的目的，这样子。好，谢谢林主任的这个提醒，就是说我们这个邀约appointment 它的人事时地物应该要在这个信件当中说明的非常清楚。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邀约信的一个范例的信件文章。那么从这个信件内容当中，我们会再请林主任为我们再做多一些的补充和说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范例文章的第一个段落。 Dear Miss White,You and your firm have been recommended by K&J Stationery Inc. Ms. Nancy Parsons indicated that you may be in need of document format service recently. I have enclosed a brochure with our portfolios.好，那这段段落呢还是说啊，您跟您的公司呢是透过 K&J Stationery 是文具公司来介绍，然后呢经由他们的推荐呢，我们了解到您在最近呢可能有需要呢做这个文件 format， 就是文件格式还有设计这样的服务。那么
我们这个公司就是他这个寄件人呢，知道这个讯息之后呢，就写了这封信。那同时在这封信当中呢，就附上了 enclosed 而 brochure。brochure 呢，就是介绍的这个小册子、小本子，公司介绍的这个简介。那还有呢，公司的一些作品集。好，所以这个是这一封信呢，的第一个段落。那这封信其实呢，这个范例呢，它是结合了这个 sales letter 跟 appointment letter。所以刚刚这个第一段段落当中，我们还没有看到他们要做邀约的这个动作，但是呢，我们看到了他做业务推销的这样子的一个讯息散发。好，那么针对这个段落的第一段呢，我想我们再请林主任为我们做一些补充说明。好的，同学们，当我们在写一个邀约信的时候，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对方可能是你不熟悉的。如果呢，今天我们透过一个熟悉的第三方来为我们双方互相做一个介绍，如此你在写一个邀约信的时候是比较礼貌而且可以信赖的，那么对方呢，他也比较容易接受你的邀约。这是老师在这边一点的提醒。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封邀约信还没有结束，还有第二个段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段落的内容。第二个段落， I will be in your region in the week of November 10th. It will be my pleasure to meet with you to discuss how our design service can help your business. 好，那么在这个段落当中呢，这个寄信人呢，他就提到了在11月10号的这个礼拜啊，他会到达呢这个收件者他们所在的那个区域。 region 是区域的意思。那他说啊，如果呢我们可以见面的话呢，那会是我的荣幸。那见面的时候呢，这个寄件者可以和这个收件者去讨论 discuss 他们的设计还有服务呢，可以怎么样帮助这个收件者他们的业务，他们的 business。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接下来他就说 I will contact you within the next 10 days to schedule an appointment. In the meantim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call me at 080-666-888. I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you. 那么在最后一个段落这边呢，他就说了，在未来的十天呢，我会和您联系 schedule an appointment， 就是安排会面。那也可以说set up an appointment， 也可以说 make an appointment。In the meantime， 就是同时呢，这段期间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呢，那么请随时呢和我联络。那这里呢，他就附上了寄件人他的联络电话。I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you， 就是我非常期待呢和您见面。好，那么这是这个范例文章的最后一个段落。在这我们一样也是请林老师为我们多做一些补充说明。好的，刚才李老师的这个范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非常单纯的一对一的单方的邀约。可是呢，有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要处理的事物非常的多，你所面对的 business 的伙伴也非常的多，所以也许你现在需要的是多方的会面。所以呢，老师在这边建议同学，如果你一一的打电话是非常耗时间的，所以 email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呢，多方的会面就会比较复杂。所以呢，建议同学你们应该要用不同的段的时间，例如说礼拜一的上午、礼拜三的下午，或者是礼拜五的早上，这样子让对方选择。那请对方互相的回 email 之后呢，你必须要做一个会诊的工作。当你会诊好确定的时间呢，你必须要再次的发出去你的信件，然后告知对方确定的时间跟地点。那在这边提醒同学，在整个会议或会面在开始的之前的两天，你一定要再用 email 再次的告知大家，而且呢一定要把你的电话留下来，说不定他们赶到会场的时候找不到地方，还可以临时打个电话给你。所以在这边做一个小小的提醒。好，谢谢林老师的提醒啊！林老师给我们的建议都非常的实用，在做邀约还有安排会议的时候，的确有很多细节呢是需要顾及到的。如果在这个信件当中没有办法一一交代清楚的话，那就是提醒同学要留下这个联络电话，那么紧急的时候、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彼此互相联络。好，今天非常开心啊！谢谢林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下一周呢会继续看到这个询价信啊、询问信。那么在这个新的这个讲次当中，我们会学到更多商务邮件、商务书信的写作。好，今天谢谢大家的收看，也谢谢林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拜拜。拜拜。